搁一个吼，哦，嘛是足迄个，嘛足精彩。咱家看，你看看，咱对这音译、文译，咱是毋是着心肝拢较放较开起来？知影讲要安怎做，正是对的方法。啊，无你干呐对遐惊，是紧嘞。人讲着第一期疫苗足好个，你着惊做袂着，是紧嘞着走去做。即马人。新闻阁刊出来，第二期疫苗来啊！恁无来住的人阁袂使哩。哦，今日争先恐后的又抢着去打，这拢毋是根本办法，毋是根本办法。啊，那么什么是根本办法呢？咱对这对有历史以来一挂奇奇怪怪的事迹，咱就知影。尤其是像这佛教界吼，会感应啊，吼做官办案感应啊，这足侪足侪。但是咱即马伫历史上伫看，看无真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予历朝历代吼，迄皇帝啦，也是遐个甲遮个历史有关系遮个大臣，他们看了，拢甲你删掉，甲你删掉，甲你删掉。伊惊伊，哦，这个太多的感应哈，对伊的通知不利，所以拢改删掉。啊，那当然有的，你删，那么有的凶险的人一个下，所以呢就勉勉强强有留下一些感应刺激下来。好，咱到多。看到这两个，这个真实的感应，诶，这个瘟疫的感应啊，即马吼，恁搁甲看啊，搁第三个，伫清朝年间啊，我核查一下吼。那这两个月前的水产吼，我已经予大家看，可是我今天还是一样不厌其烦，搁予大家看，搁加深印象。广论的讲爱说说串习，啊，只要对我们的生命啊有帮助的，像这予咱加深印象，确实咱就知影讲哦，咱爱做的是应该安怎做，毋是干呐活伫迄个。惊吓的中间，安尼无效嘛，对无？咱甲看，伫清朝同治年间，啊，那么这吼嘛足精彩哦，足神奇的。那清同治皇帝执政初年，这同治皇帝哦，伊就是伫迄个。1856年到1875年，伫即个时间，离咱都足接近的啊，对。啊，18嘛，啊，咱伫19年生的嘛，哦，19多少年？啊，像我伫1948啊，啊，时间愈早啊，所以你看，伫即个同治年间啊。也执政初年呀，哦，伊都皇帝即位吼，无偌久，云南中部大乱，掘金所到之处呢，杀人如麻，啊，那致使白骨遍野，都市县城皆空荡无人，啊，无论都市，无论在乡镇，还是讲偏僻的所在，拢总是啊，啊。已经要拄看到人真少啊！等战乱平定，幸存者的百姓正准备重振家园之时，又爆发了大瘟疫。嗯，如果是大瘟疫，这个1856年哈，1875年，这个中间哈，其实是已经清朝。嘛是这个晚年啊，虽然不是讲
最后一个皇帝，但是已经清朝末啊。伫个清朝末吼，咱甲看，迄谭虚大师伊个《影城回忆录》内底啊，伊咧讲讲个，因迄当阵个瘟疫啊，迄偌恐怖嘞！你看像谭虚大师伊去出家啊，伊个出家就是安尼啊，会知去朋友个厝，得甲朋友祝贺，朋友娶太太。哦，新郎新娘拢出来安尼得共得共敬酒啥嘞，欢天喜地。毋过，伊转去毋知隔工还是隔两工，又搁消息来，讲迄个新郎已经瘟疫死去啊。我因为哦，现念着在时啊念着可能。活无到黄昏就死啊！哦，所以伊只嘛是安尼，咱甲看。你看，多战争煞，又搁爆发着大瘟疫，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染。他们开始时身上隆起一个小包，哦，像一粒顶粒啊，迄顶个哦，迄个小包啦，硬如石头，那顶个才顶呢。颜色为红，碰触会很痛，不久人就全身发热，胡言乱语。一旦碰上瘟疫，有的当天就死，有的第二天死去。大夫们对此束手无策，能幸存者千百人中仅少数一两位。在那当时，那医药还没那么发达嘛，所以啊，过来，咱知影讲，这天灾人祸吼，拢是众生伊迄个工业中间的白业。工业就是讲，哇，这两村啊，伫流行啥物感冒，像咱无几年前流行 SARS 有无？你看像安尼，啊，但是咧 SARS 的中间嘛是足侪人活落来啊，即马瘟疫嘛是同款，这个。啊，疫情嘛是同款啦，啊，所以咱来看，讲疫情最初在农村爆发，啊，当疫情刚开始时，村民常在夜间看到鬼火，而且鬼火吼，我囡仔时阵常常看到阮的村里吼，因就讲啊，我吼专门去打，我看到鬼妖火。所以，且这个鬼火，咱个看哦，成对而行哦，拢排队呢，安尼。如果走近，就能听到锣声、鼓声、铃铎声、吹角声、马蹄声、器械碰撞声。夜夜还见，夜夜就是啥？伫个五月娘的暗时吼。还看到呢有骑士的兵马的景象，啊，有的兵马，啊，所以这咱来伊看，像迄个就是唐玄奘大师啊，伊伫咱中国个，咱中国归印度特别出京有无？要去咱较早做出京啦，其实即马做留学啦，特别归迄边留学。啊，咱来看，经过迄万里沙漠，迄风高野外，你看东仙宗法师一直甲咱即马即个时代已经千多年了。我伫二十多年前，还伫西屯的时阵哦，迄当时啊，有一个旅行团，是咱的佛教徒，啊嘛拢安尼来听经，伊就一直甲我招讲师傅，即马开放啊啦。行来好无？阮就真正去行迄个丝路呢，丝路之旅呢。恁知无？阮拢用个游览巴士、大巴士啊，对早时啊五六点出发，一直到暗时要到十二点，才到迄个旅社。这个路程拢没有一户住家。要便所要安怎？落车，你家去找。找树仔卡，还是找啥？较找树拿。你甲想讲，
已经千多年，上清是安尼哦。更加何况讲，伊是千多年前，恁阿看，所以伊遮哦，你阿看，夜夜还见到有骑士兵马的景象。迄东仙总法师，伊定定哦，行到黄昏，哦，背山走石，啊嘛，真正看到这有骑士的兵马迄款的景象，安尼，迄就是啥？古早吼，两国特别修建，啊，两国特别修建，拢选伫呾，拢选伫迄个范界位，对无？这国伊的边疆，迄国伊的边疆，啊，拢选伫遮，就开始抬，开始建啦。啊，所以东仙总法师伊嘛常常看到。常常看到讲那鬼影幢幢，也有军队，也有兵马，哦，安尼。你看，此外还有一件怪事，就是往往有人忽然倒地，有人啊，嘣一下就倒落去啊，就像酣睡的人第二天才醒来，醒后说有兵马经过，自己被抓去搬送物品。啊，这其实拢鬼魂啦，拢阴间的这些众生啦，哦，你看，第二，从某个地方刚回来，被调去搬物件。有的人醒后说，被派去送船牌，就是，有一种的。牌啊，传令就对，去传令啦。你看牌上写着大字，某官带兵若干，啊，赴某处，啊，某什么官员，还是什么将军，伊要带一阵兵，要去带偌济兵，特别去某一个所在，沿途供应。如例，哦，这就是上司的，啊，派下司的，啊，叫伊讲打一个军队，打一阵兵马，特别去打，啊，恁沿途都爱甲伊攻击哦，攻击因食的、因困的、因衫哦，安尼，啊，如例就是讲，啊，按这个法律啦，恁爱安尼去做哦，安尼。几天之后，牌上写的那些地方没有不发生大瘟疫的。伊若讲带兵若干赴某处，这个某处啊，哇，拢得着瘟疫。瘟疫很快从农村蔓延到城市，一家有病，十几家邻居都立刻搬家逃避。因此，道路上拥挤跌倒的不计其数，但是搬走依然无法幸免。咱个看这句重点哦，我要紧来搬来走啊！阮隔壁有瘟疫，我要紧来搬来走啊！不过你搬走，嘛是无法度脱免啊。有的全家都死光了，有人少的小村落，有迄个小村落哈。人住较少，啊，比如住两三户，啊，一户才住一两个尔，即款就是小村落嘛。村民全部病死，绝无人居。哦，看到凄惨无？